上次你们用煎的那一个比这个大小这么多吗？没有，比这个大。是啊、哦。这个有，哎，这个剑呢？我那天看那个日本人有吃这个的生鱼片呢。哦，对对对，三我看他们吃生鱼片啊，好，我也觉得很屌。乌鱼生鱼片。哎呀，乌鱼的生鱼片也有。乌鱼的生鱼片叫很重吧？对啊，我光看这个味道我就不行了，因为我觉得在海的这么重，那养殖的更正了。他那个菜尾还比这张哎，养殖的那个都比较。哎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有买过。他买，然后他说，好臭，很恶心，好不好？吃起来好臭。你就看一下阿公阿妈就觉得啊，我没有，然后就很大。老臭爆了，他看阿公阿妈没有办法买，他也买蛋。对，我们江西用蛋来酱吃。对，了，没关系，对，要留着一个。对，没关系，对，要留着一个。对，了，没关系，对，要留着一个。对，了，没关系，对，要留着一个。因为之前快我先过。他又不知道啊，你想说应该也还不、啊、没关系啦，我乌鱼壳给他吃的。他全部的鱼。你想自尊主吗？对啊，他那个好吃啊，他如果送我，我不要。他跟他来去打饲料。可是我们那边真的太少，很多人在卖、啊。卖归卖啊，他有得。他也是收。没有啦，那一些婆婆妈妈。有呢、哎，有呢，在万中选一，你看那一堆里面，他丢啊，他第一他丢啊，嘎子，我弄破几坑，有呢。这个就比较小，因为比较小。我问你，你这个是装得下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怎么知道啦？可以啊，你要用长方盒才对。啊，我想说，谁知道？我想说就 U 比一下。斜面的可以啊。我都是想说 U 比一下加剪带啊，不然就带起来。有今天遇到。对啊，谁知道？每一次就很难预算有什么东西。你还要等第二艘船吗？我们要等大，我们要等大七下午。要等到下午？因为我们刚预定东西啊。没有，你才中午过就回来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就慢慢用。还 OK 啊，是比较小，但还 OK 啊。对，颜色很漂亮。是啊。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什么？放在这里算什么？啊、我要等一下，我要想办法找肚子里面的膜。对，我要来补。对，我要来补。没有这个不行。多没有点。啊，爱肚子了。慢波鱼，来帮我拿住。等一下还要找重。不过不用不用，回去要这个回去才能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带鱼鳞。等一下，鱼鳞不要，因为怕刺破。你帮我看鱼鳞要拿起来，你冲一下好了，因为怕鱼鳞会刺破。有那么脆弱吗？没那么脆弱。他说刺破，你看你这都已经在补了。哦，补很累，补还要看到底有没有把它补好，然后又怕它掉。那是太强迫症了。啊，没办法。黄叶龙是下面有个小鱼港那边啊。那个番薯寮，我那个鱼港叫番薯寮。哦，对，原青那边就是番薯寮，那这边就是集成鱼港。那个比较没人啊？不会，也是一样很多人。那个只会直接过去了。
所以你们在做物浴的时候，这一段会去掉，会还是会留着？因为我第一次弄嘛，不会。买这么多次哦？我不会。然后呢，就把它剪掉。最好要拉水。然后它就一直蛋就一直从它的跑一直跑出来。蛋壳破掉了。啊，对，它就是从这个跑出来。哇，不错。啊，这个就没做了。漂亮。越来越厉害了，还差太远。为什么不要？不然坏掉，坏掉。啊，要赶快用，不要。哎呀，不是不是，它僵直。僵直。我装不下了。水直接拉过来就好了。水里面越来越熟练。因为失败太很多次啊。失败多，失败久了。这个也看起来也还不小。对，好累。啊，弄一弄都就这样丢着、哦。啊，啊都。啊。哦，怎么这样？我们都是自己弄，是我们的吗？是不是的？啊，那个不是啊。有人吗？有里面。好，谢谢。
个我已经有大概刷一下了。啊？那个我都刷刷一下了。我知道啊，但是没有做原型。好、啊。还不及了、欸，这个是要的，对不对？原型应该已经起了。你没去原星啊？对啊，没有看。来不及了，觉得有点懒。我觉得很漂亮。太累了。嗯，对啊，你跑掉了。如果去赶过去已经起了，就觉得有点失望。对啊，不知道。是啊，这样赶很累。不一定。乌鱼，你们说乌鱼会有个味道，什么味道、啊？我们刚刚没有闻到吗？没闻到、欸。那一群，还一整群下来、啊，很可怕哎、欸，就是一个，就是油的味道。油的味道。嗯。就是整群的时候，哦、一两只你闻不到，可是整群当整群的时候好可怕。我刚刚闻到就是有点重金属，就是渔港那种油味吧。啊、嗯。哦。对，我就觉得那味道很不行。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在渔港面，我不知道，只是那个味道真的，也许是他自己带的味道。对，嗯，难怪他们说有乌鱼的话，其他鱼就不敢靠近。哦，那个有奖啊？你那边多少钱？六百。那也还好吧。完美的取出。